Hello，大家，今天我要做什么？今天是1月1号，明天就1月2号了。然后重点是，我的儿子明天就开始去学校了，他可以算是2岁了。现在2岁了，我们要把他放去学校里面，所以明天早上我们就要早早把他送进去学校喽。所以我今晚就要准备他的东西，明天就要带他去学校了。就是这样的。阿金，明天读书了，阿金，早点睡觉喽。No! God, please, no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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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还几点呢？还玩到这么开心？现在已经12点了。睡觉。明天要读书了，怎样？会怕怕吗？怕。静啊，还在看戏啊？静，明天都说了，还不要早点说呀？就好像是，这是阿静的书包，奶粉什么 ？Pampers， 这 Pampers 呢？6点了，接下去的画面等一下应该是我老婆录的，不是我录的，因为我要上班，所以我应该跟不到，变得太紧了，所以接下去的画面应该是我老婆去拍了，就是这样啦，我先睡觉。嘟嘟，快起来，快起来呗！爸爸没有讲多少呢，下来了，走，来，读书了。这就是你第一天去上学的啦，那你长大的时候你就知道第一次上学的时候是怎么样的。好了，喜欢我影片的记得按个赞、订阅、分享。OK， 再见了，拜拜。